一推动烟东海岸的长滨、成功同东河也三个乡镇，原住民呢较多，行业较少。2015年成立的东河乡客家文化发展协会，今年出来办的年度大会，地图出台讲安排大家去下来做伴呢，还有呢来办大嘴鼓讲故事的发通以外，长滨、成功也偏的客家乡亲咪去下来参加。那我呢按上高庭言就会正式来成立长滨客家协会。一段六公年年，唐宗都烧出来，今年2018东河协客家文化发展协会特别办的大嘴鼓发通，邀请飞燕分享各自的移民故事。文史工作者也大帮下时间，宣传爱扫民间数个月出版计划。你看这个推动的历史，透过的严重书写啊，你也看得清难得。那一个就那个东西，挨得清了去那个翕相，翕起来啊，做一本书给大家看。呢啲台东最北偏的长滨桥，今日设计客家乡亲一组团来看，好似用嘅来组成客家飞。你前头唔识嘅啊？你个健康看得看有事就是诶，做得了解。啊，你吹爆夜半、风半这么做，让我们长滨这样客家乡亲咧，你要俾放心咧，大家共同来凝聚一个情感咧。将近200个客家乡亲学打扮，一分享各自的移民故事，本岛海岸岛的客家面。客家新闻陈俊明台东报道。